都是美食区，还有中华电信这边有可以跟你们。我们等一下就会来介绍，当然我们在这欢迎我们的姐妹们上台的时候，我们也赶快来为大家介绍。现在呢，我们舞台的右边、左边呢都有很多的摊位。那这个摊位当中呢，包括有美食区、有手工艺的体验区，还有闯关区。都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在欣赏节目的同时呢，你可以到这些摊位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异国的文化。那同时呢，我们在舞台的左前方哈，就是在那个拱门的左前方最前面呢，有我们移民署跟中华电信提供了视讯的服务啊，就是视讯送暖，在今天呢免费提供给我们的外籍的这些朋友们，我们的新移民们，您可以到那边去打电话回家，免费打电话回家哈，跟你远方的家人可以通通电话，是不用钱的哦。今天打电话不用付钱，好，所以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哦。从现在开始，下午的3点开始到5点钟哈，我们都可以来使用中华电信提供的这个视讯送暖的服务。那我们现在呢，舞台上看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移民署台东服务站的这些通译协会的会员们哦，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所以呢，他们待会呢，不晓得是不是有用不同的不同的语言来演唱，真的吗？谢谢各位观众。好，这好期待哦。所以这个多语的大合唱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他们要用自己的母语来做演唱。我们这个歌呢，大概有5种语言哈。那等一下我们有哪5种呢 ，Peter？ 告诉我一下。基本上有中文。一定有的。对，再来是还有呢，我们越南。啊。然后菲律宾是，然后印尼，还有泰国。哦，好，所以会有多种不同的语言一起来唱一首歌。好，准备好了没？那我们要唱的这一首歌，好了没？听说是一首很优美的歌曲。是，这首歌是《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那当我们新移民姐妹，当她语言有困难的时候，当她遭受到一些不公平对待的时候，那他当然会想到我们移民署，所以我们写这首歌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当我们的新移民姐妹们孤单的时候，请记得移民署随时帮助您。好，对不对？对，谢谢。好，来，我们准备下音乐。来，我们等待的时候，请 Peter 告诉我们移民署的服务电话几号呢？361-631。361-631。不好意思，我们要背歌词了，哇，都没你了。你不要挡在人家的前面，你太高了，你要到后面好吗？谢谢。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我们越南。
与同语协会的会员们的大合唱。哇，好精彩，你们的衣服也好漂亮，我们等一下再来好好的介绍，谢谢。